The Cleanfluencer Craze， 清洁网红，当网红这么简单，只要把我房间的垃圾清掉，我也可以当网红哎。首先我要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清洁无限手套？清洁无限手套，相传在小年夜前都会出现在民间，使用者只要一弹指，周围所有垃圾都会被清除，是个很厉害的手套呢。现在只要我一弹指，就能将全世界的垃圾通通清除掉了。